因演出韩剧《继承者们》而开始走红的演员金宇彬，近期出演韩剧《正义依恋》和《国民初恋》，秀智共谱青涩的恋情，才播出两集就有亮眼的成绩，更打败了同时段的戏剧，荣登冠军宝座。超有个性的外表配上高挑的身材，金宇彬的体态更是好的没话说。近日剧组公开了一系列的剧照，其中一幕是金宇彬裸露着上半身，下体就只用了一条白色浴巾罩住，我们称之为晚公奶的大鸡鸡以及性感的人鱼线，毫不保留的大方放送给粉丝看。而这鸡也太美味可口了吧，女粉们直呼都要流口水了。